今天来到的还是牛角河水库，但是换了个地方。这儿呢是九龙湖烧烤，不让烧烤了，现在倒闭了，变成了钓鱼人的天堂。我们呢选了个位置，就在这儿了。对面呢也是个湖心岛餐厅，也不错。走啦，钓鱼。这儿垃圾也好多呀，先收一下吧。看着这些垃圾，我是钓不下去呀。这钓了啥鱼？还没钓着。这是几点来的？一点来钟，现在差不多俩小时了，快哈。抽的是鲢鱼吧？没口。这弄得我心里边没底儿了。要不我别抽鲢鱼，钓底吧，钓鲤鱼和鲫鱼吧。这里边有草鱼和鲤鱼吧？鲤鱼多。鲤鱼多。鲫鱼。那还是钓底，行，大板鲫，走过去吧。大板鲫，在这钓鲤鱼和钓鲫鱼呢，就不用太长的杆，把我最短的5.4米的杆子拿出来就行了。好了，开套饵料吧，看我们今天用的。鲤鱼鸡煮黄面，老坛玉米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原塘颗粒，从那个养鱼池老板手里听来的啊。打窝哟，先开饵。还是带点散泡。这个鸡煮黄面呢，高蛋白，幼鱼是最快的，这个打黏一点。找老底了，2米深，刚刚好，钓鲤鱼钓鲫鱼都可以。这就开始喂鱼补窝。老坛玉米先来一勺，颗粒来两勺，打了个窝呀，小鱼进窝了。看到对面那个岛了没？周六周日的时候啊，那边人是最多的，能吃能喝还能玩，还能划船，还能烧烤。嘿，来口了。什么啥玩意儿？我小鲤鱼。哎呦，吃这么胖的小鲤鱼啊？一点点儿，太小了，放了放了吧。正口，走。挺好看呀，这小鲤鱼。哎，窝里来鱼了，别着急呀。如果有大鲤鱼。对，看见了没？见了没？哎呀，翻大鲤鱼了！见了没？哇！赶紧赶紧，最少两斤个左右。哭噔一声，离我窝不远了。再补个窝。玉米。好家伙！鲤鱼比刚才那条大一点，正口钓的下颚，漂亮吧？小鲤鱼特别肥，看到摩托艇又来了。没事儿，来吧，你来鱼就来。这口给的上上下下，提还是不提啊？我天，小鲤鱼闹窝了，有小的就有大的啊！连了三条这个玩意儿了，凯哥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有小就有大。这一点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跑了，放水里。哎，进去，把你爸妈叫过来，替你报仇。来个牙口好的，直接黑漂。钓这个湖库大鲤鱼啊，其实咱这个钓法是不对的。应该咋了不？头天晚上来，什么老坛，什么鲜玉米，往里怼，先怼两盆子，
然后第二天一早过来钓窝的，那个行。来了，这不提前打窝呀，全是这种小鲤鱼，四条了啊。不过呢，你比较幸运就遇见我，走吧，让老大爷遇见你，你就完了。老大爷碰见了就装裤子里边了。对，老大爷俗称小鱼杀手。凯哥。啊。什么情况？连条大的都弄不上。别说我了，刚看笨刚老师直播5个小时，空军，我还能钓几条小鱼。他是一口没见呀。来了。过了片就走了。还能遛会儿的。鲤鱼。不得不说这饵料啊真招鲤鱼。走了。一条别的鱼都没给上，全是鲤鱼。发现这个饵料还真光有鲤鱼，这鲫鱼啊草鱼啊白条都不来，上来全是鲤鱼。你上回没拿这饵料钓了个大草鱼？那估计是扔鱼嘴里头了，路过的。后来钓着了吗？钓了一天也没钓着。这口给的不赖啊。这天呀憋着雨了呀，这6点多天就黑成这样了，一会儿要下雨。来口了。红色的锦鲤，收竿鱼真好。红色小锦鲤，这野钓啊有野钓的刺激，黑坑有黑坑的乐趣。先放了它吧。在野钓的时候呢，永远不知道下一竿你会中什么鱼，中多大的鱼。但黑坑呢，你就知道里边都是什么鱼。在野钓的时候，你看这环境多舒服吧。行了，这期视频呢我们拍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老弟收拾吧，咱钓不起黑坑，理由不少。相机关了没？关了。哎，改天呢，我那零花钱下来之后呢，咱去黑坑过过瘾去。我请你啊老弟，走吧，收了。